人陪六。建瑛小学少先队入队仪式现在开始。第一项，出旗，全体少先队员敬队礼，出旗。第二项，唱对歌，全体立正。第三项，新建中队及新建中队队员名单。一中队、一二中队、一三中队、一四中队、一五中队、一六中队、一七中队。新建中队中队员名单：一中队董佳琪等，一二中队赵淑宇等，一三中队郭峰瑞等，一四中队张轩瑞等，一五中队周恩佑等，一六中队刘景瑶等，一七中队焦同祥等。第四项，老队员给一年级辅导员授红领巾。
第五项，由老队员与新队员授红领巾，全体都有立正，所有老队员收兵。齐备走，一二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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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立定，收兵。我们的新队员向老队员敬队礼，老队员回礼，好，礼毕，所有老队员收兵，齐步走，一二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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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立定，收兵。第六项，宣誓。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。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。我在队旗下宣誓。我在队旗下宣誓。我热爱中国共产党。我热爱中国共产党。热爱祖国。热爱祖国。热爱人民。热爱人民。好好学习。好好学习。好好锻炼。准备着，准备着，为共产主义事业奉献力量，为共产主义事业奉献力量。宣誓人王侯蒙，宣誓人张宇。不用。第七项，给新建装备后勤。一中队，一二中队，一三中队，一四中队，一五中队，一六中队，一七中队，第八项，新队员代表讲话。尊敬的老师，亲爱的同学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我光荣地加入了少先队，戴上了红领巾，我的心情非常激动，
因为从今天起，我就是光荣的少先队员了。我们今天能入队，非常感谢老师们的辛勤培养。我代表今天入队的全体同学，给老师们敬礼了。入队了，当然高兴，请老师们放心，我们入队后一定会更加努力，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快乐学习，健康成长，我们一定做到。尊敬老师和家长，讲究社会公德，遵守学校纪律，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，做一名学习好、品德好、讲文明、懂礼貌的好学生，做到德、智、体全面发展。红领巾是五星红旗的一角，是用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的。我们一定会沿着革命先烈的足迹继续前进，听党的话，做党的好孩子，爱祖国，爱科学，爱劳动，做一名合格的主义事业人。我的发言完了，谢谢大家。第九项辅导员讲话。少年强则国强，少年胜则国胜。你们是新世纪的主人，是幸运的一代，也是肩负着重任的一代。今天呢，你们是天真烂漫的红领巾，明天你们将成为建设祖国的栋梁之才。我衷心的祝愿每一位少先队员都能成为家庭中的好孩子，学校中的好少年，社会上的好公民。最后再次祝所有少先队员们学习进步，愿快乐永远伴你们同行。谢谢大家。第十项呼号，全体立正。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，时刻准备着。第十一项备旗，全体少先队员敬队礼。李毕，新队员入队仪式到此结束，各班有序带回。